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Chris。Chris 要跟各位分享一件好消息。那我在下个月，也就是4月8号，Chris 要开美语班。So，我们部落的孩子们，你们有福了。OK，希望你们能够非常非常的开心。Yeah，我是永冠。补习班国中部的英文授课老师，我叫 Chris。如果说语言是个工具，但若要我说的话，我也把它认为它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。如果想要轻松把英文学得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轻易，你就要大胆的说出来。All you do is just speak up, go do it. My name is Chris. It's good to see you guys right here. Have a good day. Bye. See you. Bye bye. Bye.